刚从万象回来，三姐妹回家团聚了。哎，我是一整天还没吃饭呢。让皮皮带炒个菜给我吃。就在家门口就有一个小菜园，拍天蜜不？快去给你们拍天。哦。美女们，拍天夸开门不？不。我快去！想看一下，烤炒猪肉好吃还是炒鸡蛋好吃？谁信吗？快来！没谁信。好，来来面，快点给你来来。在老挝，他们是喜欢用这个大蒜当调料啊。OK。人不错。不错哟。快点给你来。叫我拍天安面，拍天不安。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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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不要那么小气嘛。改天我把喇叭喇叭那些种子拿过来，我自己种一点。好好好，不过给大蒜准备好了，现在丈母娘拿出了那天买的猪肉，要不给我吧？让，我给。是老挝人的老挝啊。平时家里面没有菜的话，丈母娘就拿着这个捞啊，还有这些小猪肉，到山上去寻找野味。那丢你个金蛋。你这一点了，这你洗干净了没有？看到没有，兄弟们，老挝人切东西，明明这里有一个菜吧，他们不用，放行在手上。啊，这个是我的大姐，她是在万象的高尔夫球场上班，今天跟着我们回来了。是你怕不？怕不？怕个嘞！怕不怕个嘞？哦，姑娘娘，那么长嘞？你为什么不用菜板呢？OK。我是一天没吃饭了，吃不下啊，今天事情太多了。要不要洗澡？来，可以还在洗澡不？就在洗的快半了。快嘛，给你拍天，看到吧？今天叫不，叫不答应你，你那个菜板呢？没有，拜拜。今天叫嘛答应我啊？变了吧？那。我的天哪！等你了。
哇，快不救着。快就不救着就紧了。没完。快脱掉了再救吧。喂。啊对对。咦一个老六。这是我阿姐。哎阿姐今天这衣服好看哦。哎阿姐。社交啊那美女他的。80,89,000。哦 ,89,000。30多块钱啊。36块钱差不多。买的包的包的不本事。晒个了吧？晒嗯。哎，妹妹呢？你老婆不落的。落。又想放那个味精。叫宽亮光。宽。不，宽心光。面。这是宽面。不，这宽心光。那、发心光将来光不见。OK, 给他。给你个发现。好好。可能买。哦你说是放蒜头是吧不行。人肉鼓风机。换了不换了哦买了啦啦啦快读你逛嗯快没想一下嗯换了不来没了就是有这个效果啊这才像做中国菜的样子叫不能拎靠叫得给你啊我还叫给你还是有。嗯。先放蚝油也可以。好吧。好了。晒晒晒晒晒。放蚝油再放点泰国生抽。怕掉好吗不明样困难干人家老了。尿尿搞那么长。大家有没有发现老挝的蒜它种出来的蒜不像咱们中国那么嫩啊。这边的蒜吃起来要柴一些。纤细的不嫩有点老三哥面哥你带了吗
哦，真的怕电个波米哥来吧。是这个。我去玩不是。这是改良版的中国菜。三明酱没给叫我三明酱波米碰。冰糯。冰糯啊，泰国味精。没有鸡精的话，再放点味精吧。三明。没没有快晒了吗？冰糯了。哦，我靠，你先放了。来了吗？你还不熟。你都没熟。来了来了来了 ，OK OK， 等一下，太老了也不好吃啊。不是呀，可可要不米哥？啊，是地方的米。不，行了，还是不尝了。哦，这么调皮！哎呀，好几天没吃鸡了，兄弟们，这鸡好肥美呀！啊。打开门了不？不的。看起来还不错。这是一门没叫妈妈不明白。快吃一个，再来。嗯，快要烤了。嗯，这味道还是可以啊。你明白吗？有中国菜的味道。是。啊。叫你了，叫不进哇。叫不进。你们都不吃。哇，这样。都不吃，就我一个人吃啊。那我就先进去吃饭吧。嗯，伯妈伯妈，大姐伯妈，阿姐伯妈，那我不客气了，我一个人吃了啊。哎呀，那我不好意思啊，我先吃饭了。看起来就特别开胃，这个。大家，大家。兄弟们，吃饭了啊！嗯，舒服。有中国菜的味道了。请大家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吃饭了啊！拜拜。